现在前往的地区是在马来西亚吉打什。来到这间是使用玻璃瓶建造的泰庙，非常特别。里面供奉的是四面佛屋顶，竟然是用玻璃瓶来制作的。当地泰语学校给当地人上课。来到了这个不对的地方，它还在装修，还没有好。哎，不对，拜拜，不对。现在换去下一间都是靠近，只是都是跑山路。现在来到这间是在公路旁边的泰庙。泰国学校。